魁首七星剑，这里面有天玄，也有玉衡，有你，也有我。当年我倾玄机举国之力为你铸成此剑，没想到今日你竟然两次要用它伤我。硕郎，你可以不接受我，不在意我，甚至也可以背叛我，但是你不能不相信我对你的好，把我这么多年来对你费尽的心思都当成是假的。我不想杀人，就这最后一次了，就这一次了。只要你杀了他，我答应你，你想知道的一切我全都告诉你。他们都是在利用你，只有我是最在意你的人。杀了他，我会告诉你真相的。怕是已经晚了。前辈，您仔细看看，扶摇应该就是您女儿。真的，告诉我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女儿到底在哪儿？我跟你这么多年的情谊，竟然比不上外人的三言两语吗？胡说，谁不会呀？他们为了夺走我的玄机王位，煞费苦心，先杀了我的王长女凤静植，现在又来下毒害我，更是站在这里妄言挑拨，给你编造出一个假女儿来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们这是在利用你啊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你的女儿就死了。我知道你心疼你的女儿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我怕你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会因为失去了惦记活不下去。若郎，这个世上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意你，即便是你怨我恨我，我也不愿意让你受到一点点的伤害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利用这一点来害我，来伤害你。这样的险恶用心怎么能留呢？我宁愿
为没有解药被他们毒死。我也希望你杀了他们，杀了这两个骗子。前辈，我答应过您，若她真是您女儿，我只希望看到你们父女团聚。这是我的答案，也是我对您的承诺。事到如今，您可以选择信或不信，但我必须先提醒您，只要我在，就没人伤得了扶摇。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他是不是凤琪的亲生骨血。说。开香炉，燃凤胆。古法验亲。师尊，师尊是你吗？师尊，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师尊，我求你帮我一个忙，一个小忙，你帮我杀了扶摇。你帮我杀了他，你不也是想杀他的吗？我何曾想过要杀扶摇？我可以杀尽天下所有的人，但是我不会杀他。难道连十字你也要保他？他是一个19年前就该死的贱人，贱人！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拼了命的保他？为什么？师尊，你帮我杀了他，你帮帮我！你当真不知道吗？玄机古法有训，王族血亲查验之时，当取二人的青丝云鬓，放置到染过凤胆的阴骨里。这上面说，等到凤胆燃尽之时，倘若你们二人真是玄机王室亲生血脉，阴骨里便会红光一片；倘若不是，亦或二人毫无关联，此时就会黑雾遮盖，阴云不散。这是玄机王族的古法，不会有错的。你竟然骗害我的硕郎！你看看，你看看呀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一直在骗你的就是他们呢。你的凤琪死了，你的女儿也死了，你现在有的就只有我了，硕郎。硕郎，只要有他们在，玄机就不再是我们的玄机了。无忌。
拼。